镜头一转，我已经来到了伦敦，这里是假的，因为我可以弄到它，但是它弄得很好看。不止这一点了，还有一些地方，像这边，看来像是真的若隐若现。是啊，你只要再走近一点点。发现这些是连浮出来的地方都没有。小主管，里面就是这样的啦，室内的。这边的鱼啊，很好命的。伦敦水族馆，我朋友没有跟我进来呢，因为外面排队很长，说就剩我一个人自己进来，边走边看，然后等一下再去外面汇合。我们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海，上次很直接。那我看到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这些鱼可以吃吗？看吃。这边也是。Thank you.
上面会流的，就是看来是很奇怪的。这个已经定下来了。我的主题是衍生的，就是 touch pool， 另外一边很多人会 touch， 很多人有 allow to touch 的 stingray。稍微去那边 touch 一下，看到这些吗？这些是沙子挑选的，其实。躲在沙里面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有呢？有。这不是食物。Very very young place。London Aquarium， 这个就是 London Eye。这个 building 就是我刚才才出来的。啊， London Eye， 今晚应该过来做晚上的 London Eye， 应该会比较好看，灯光方面也应该比较美。So this is the London Aquarium。里面有啊，很不错的鱼。就是在这个下面就是 aquarium， London Aquarium。里面有些船，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坐船的。这个就是 Thames River 吧，还不是很干净的其实。